闻薄伽梵所说经已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。尔时，世尊而说颂曰：诸和合所为，如星翼灯幻，漏泡梦电云，应作如是观。十薄伽梵说是经已，尊者善现及诸别除、别除尼、乌波所迦、乌波斯迦，并诸世间天人、阿素洛、建达富等，闻薄伽梵所说经已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。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。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九能断金刚分。